讲过啊，不要忘记啊。OK 啦，没关系啦。对啦，今天要吃什么讲不了。鱿鱼很大声的，懂为什么吗？因为像我们第一餐啊，精彩的美食介绍。刚好我就请吃了。他这一餐就请吃了啦。我后面一定还要凶他的。有看到吗？看到我们现在有几个人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到我出钱的时候呢，那个人就出来了。他要他出钱的时候呢，人就不见了。那时还讲我们三个人请吃喝。那个人在哪里？我们就继续啦。哇，这个第一餐有点特别嘞，我给你看 Nasi Ayam Kicap Yugi 的美食介绍。这个我就不要排多了，我就给你们看一下我吃的跟讲的那些东西，不要抢快的。哎，我看到鸡饭了，哇，要不要试看是什么味道？他们有吃过这种东西嘞喂。哎 Steady Gang， 哎 Steady Gang， 大刷锅了，卖完了，哎，卖完了，哦。OK， 那这第一餐他们已经卖完了，哇，应该是很好吃的，太辣骨了哎喂。有个颜色，你看啊，对。我太难了。我记得有个跟我讲过个东西啊，讲突然就是哦，我的计划突然被打乱了。我给你们看他的脸色。妈，我已经变好好了。算了，我的影片就没有拍了。我懂啊，老天讲哦，不要用你的 content 请吃，那就真的请吃，所以就先给他关门了。现在波迪，你想想一个午餐，因为刚好我们也上一个吃。波迪午餐啊啊！我懂啊，吃什么了？龟条鸡啊？啊，可以啊。叫什么名字？新山龟条鸡。嗯。这样子我亏，这样我亏的咩那个？啊，像你咩，需要吃指甲。指甲不好了，你们请我三餐啊。我那个东西喜欢送人车。啊？车啊，物资背啊，脚车啊，还是什么？尽量选 ，OK。第一餐就来给我们看，是鬼条鸡啊，谢谢老板。哦，这样，谢谢老板。我还是比较谢谢你们这些观众，谢谢两千个赞，谢谢。没有你们的两千赞呢，林董又吃不到东西。没有想到我这肯定可以拍回到，我还可以凶多他们多一场，给到我一个 Hello Kitty 的年纸。小孩子还没喝。喂，本人还喝到泪沟。我调仔，好调哎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真是好调。我最爱是这个，啊，不然少吃内脏了嘞。我最爱，我最爱内脏，这么就喜欢吃大肠，有嚼劲。哦，哈喽，你挡到我的脸了。这肥料该大家先喝啊，糖先嘛。还动啊，还动啊。玩老字号的味道就是不一样。最爱的那种大肠狗，嗯，够辣，我喜欢。卤到很有味，卤到很到位。尤其就是这样的，他一定会讲错一次，然后后面再讲多一次。卤到很有味，卤到很到位，卤味，卤味。平时啦，我吃龟条鸡真的是最少一定会吃两碗果条仔呀，因为今天他们请吃嘛，可能也是有包括请，不管请我都好了，我不要把我的分量都留在这边，我留在别一边。那边四个黄瓜，那边是，那边是，我不吃黄瓜，这么黄瓜不吃嘞？哦，你是哪一样的啦？啊，哪一样？哦。现在我们就来消化走走一下，因为今天是马来西亚这边开放的第一天，然后昨天晚上就看到新加坡的朋友们都开始回来了，应该会看到很多那种从新加坡回来的美女，所以我们来看看一下，看这条友在绞尽脑汁想这标题啊，所以你们想到你们在看这那部影片的时候，你知道背后有多少辛酸吗？你要想 content， 你要想讲解，要讲解出那个感觉，然后你又要想啊，很多啦，辛苦就是了。你要想要讲拍，啊，拍的时候要讲什么？啊。中钢你咩？没有啦，可能观众的口味适合咧。哇妈的呀，小杨的口味是这样，啊，没有想到口味变了，好像是我萝莉控，萝莉呀，小萝莉呀。你要做啊？妈的，小妹妹你又不放过谁呀？这个禽兽，哎，其实你要懂一样东西，会变禽兽不是因为去哪里，是要看我们跟谁出来的。跟你呀，你这个是已经是 update 到禽兽都不如了。你讲哦，我每次 expect 会很多人，结果就是没有人，那不去想的时候就很多美女看啊。那时候有一次，我
阿妈过世完，然后要回家的时候顺便来这里买东西，整个人很邋遢，美女真的多，就算人潮没有，那你走几个你就遇到两三个，那你慢一点的时候呢，有打扮啊，可以看一点的时候呢，我见命运在捉弄我们啊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啊。啊，这样唱啊。哦，命运捉弄啊我们啊，是呀是呀，还没有大哦，我转的时候你才是大，都没有音乐感的。命运捉弄我们啊，是不是？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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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啊啊欸，可以嘞，老板，我走下，嘴巴有点干了，今天天气很热，我想要喝水，我喝那个。哎妈，老板。其他地方一路来都是不干的，真的 OK 啊，真的 OK 啊，真的哇，哇，这个真的很大嘛了，没有在客气啊。我觉得这个哦是最初的嘛，我没有看到人家打破东西哦，听见有心碎的声音的嘛。哦，想要请过我，你去，我收起来。哇 ，Thank you， 那 Clean， 哇，还吐出来耶！来，还太近了啦，等，妈的，这么近了，摸错了嘞。我们享受，爽。你最多享受了几天？啊？今天之后你就再也不能享受。今天享受，明天去啊，或者搞清明哈。我屌你啊！妈的，清明哦，来了啊这种。现在不是玩针对，现在是玩生命啊！哎，走走秋后，我们就不要排遣了啦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想好嘞，我就决定来凶他们这一餐了。反正都是他们两个请的嘛，我就已经想到这边蔬菜哦。他们讲有一间开的新的一间餐厅了，里面什么样式的菜都有啊，西餐有中餐，还有大利面那些，蛮多样化的。我就觉得可以来试试看的啦。虽然我已经吃过了啊。就是那一间 Angle Don， 你们每次都讲啊，怎么吃那种普普通通复挂的吗？哎，这个已经不错了嘞，已经很 high class 了今天。这个蛮出价嘞，这个一个人都差不多20-30块了嘞，我们还是属于那种贫穷的那种啊，这种酒鬼，来这边喝这种水的话就太便宜他们了，2000个赞啊！我的 Gaspar， 一吗？老板，对，可以，一个吗？一个吗？爽哎、欸、喂！老板，你喝什么？这个白开水加一个柠檬、啊。真的、啊？健康，健康。哦，你讲其他水不健康啊？讲、啊、你啊，你喝什么？黑狗啊，黑狗啊，都不健康啊！啊，看起来像黑狗哎、啊。没有，像蓝眼老两口。我呢，不用讲好了，讲到做到了。八千老外国凉茶啊，那这种地方可以用啊。不来这边做什么？来一凉茶就凉茶了，你打。来呀，吃好了，多一次，来呀，吃好，再讲一次。来了，吃了。我觉得怎么想扣啊？买点卤肉、薯条，吃好一口。再喝酒。来来来，给钱啊！接了三餐呢，因为他们呢就到此完毕了，谢谢你们几个三餐。刚刚呢，最惨的他们两个卸下来还，也感谢你们2000个赞啊，真的，这是他们的太粗了，真的。不会的，两个人分到来也没有很多了。对啊，所以今天没有到这边了，谢谢你们了。OK，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一样订阅再分享，也不要忘记订阅老杨跟老纪。我们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。